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提示》。脱发、头皮发痒、头发油腻，是困扰很多人的问题。也正因如此，市场上出现了许多打着清洁、保养头皮旗号的收费服务项目。那么，这些项目能否达到其宣传的效果，又是否有科学依据呢？北京的安女士长期受脱发问题困扰，一个偶然的机会，安女士在某头皮护理机构进行了检测。 店员使用仪器检测了五分钟后，告诉安女士，她脱发的原因可能是洗发水导致的。现在头皮毛囊已经进入了休眠期。当时商家跟我说，让我购买唤醒毛囊的项目，配合碳酸泉的洗发产品。我买完产品，做完治疗，头发掉的反而更多了。像安女士的情况并非个例。记者在某团购平台搜索发现，以北京中关村地区为中心。 仅两千米范围内就有二十多家商户设有头皮清洁业务，其中头皮检测、健康洗头、唤醒毛囊是最常见的服务项目，价格在几百到几千元不等。宣传主要针对脱发女性。通过评论发现，多数人的清洁方法和安女士差不多。那么，这些头皮清洁项目真的靠谱吗？为此，我们咨询了皮肤科医生，医生告诉我们。 首先，几分钟就出头皮检测结果，这本身就不靠谱。正规的头皮检测是需要复杂的流程的。问完病史之后，然后就会带到我的这个这个医用这种我们说皮肤镜有毛发镜，测算一下比如说毛发的直径啊、毛发的密度啊。然后我们可能还是要通过病理活检才能做确诊。除了五分钟头皮检测不靠谱外，护理产品的功效性也值得推敲。 记者留意到，基本所有店家都有用碳酸泉清洁头皮的服务项目，号称能彻底改善头皮环境，还能刺激毛囊，促进生发。那么，碳酸泉水到底是什么？碳酸泉它实际上它是含有二氧化碳，好，它也不会说渗入到我们的毛囊，也不会对我们毛囊引起有什么特殊的这个作用，所以它不能够，呃，这个防脱，也不能长头发。 碳酸泉指的是二氧化碳含量在每升一克以上的天然汽水，大家日常饮用的可乐等碳酸饮料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都比碳酸泉要高出好几倍，用它生发，噱头远大于功效。另外，医学上并没有洗发水会导致毛囊受到刺激进入休眠期的诊断。那日常我们该如何清洁头皮呢？ 我们平时用的这些洗护产品就已经可以达到清洁头皮的效果了。雄激素性脱发的人、脂溢性脱发的人，或者是有些脂溢性皮炎的人，他可以选择一些带有一些呃含有一些药的成分的一些洗护产品，比如说二硫化硒啦、啊、酮康唑啊，它有一些抗炎啊，然后可以降低油脂分泌的一些作用。对于已经出现脱发的人，也不用过度担心。尽管脱发原因复杂多样，但通过专业检测都是可以找到病因的。 符合国家标准的洗发水一般不会造成头皮的健康问题。想要改善头皮以及毛发的健康，可以通过积极调整饮食、生活作息等各个方面的习惯来解决。若发现头皮毛发等问题，应及时到正规的医院就诊，不要轻信所谓的头皮清洁保养项目。好了，服务观众，服务生活，您可以登录央视网，或者是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搜索“生活提示”，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